好，天龍電話開麥，咁啊，大家好。Doctor， 你琴日就啱啱喺馬來西亞翻嚟啦，咁啊又去過廟啊，又睇過傳菜，咁啊有啲咩嘢特別嘅嘢報導下？香港人你自己好啊，喺嗰個拳賽度，喺佢檳城咧就每年有一次嘅檳城杯，國際邀請賽。呢次咧就有印尼啦、台灣啦、新加坡啦、香港啦，同埋馬來西亞好多個州啊嗰啲代表。但有一個幾意外嘅，即係我都算半個行家啦嚇。即係打拳嚟講，台灣仔打得非常好，有一個一陣大家可以睇下。我哋有啲視頻咧，就到臨臨尾咧喺花隧道咧有幾場嘅拳賽，同埋香港嗰個都攞咗金牌嗰個都打得幾好。好似係第一次攞獎喎，香港國際賽唔多攞到嘅。係咯，國際賽唔多攞到，因為對手都好強，一路有。打到入決賽咁啊，不容易。但就台灣仔俾我啲驚喜。但我睇佢個，唔係有一個特別打得好嘅，佢大家可以睇到嘅，佢應該係嗰啲海軍陸戰隊受過訓練。勁。個腰馬好靈活，同埋啲拳都好重，又閃得好快。因為你喺閃身時間再出擊咧，嗰下咧係好好常熟先做到的。通常人閃咧，你又閃啦，但係閃呢中仲可以出擊翻，所以呢個都不容易嘅，即係我哋不容易。同埋佢個走位啊，同埋步伐都好正宗，好正宗。即係經過苦練啊，咁香港就攞咗一金。一銀兩銅好似，香港都唔錯乜嘢。咁我哋就唔知道香港政府搞乜差嘢咯。冇人理。佢有就有一個，佢呢個就唔係香港建制派入邊嘅拳擊總會嗰啲有政府支持啊，有剩啊，佢嗰啲維威衛咧就攞曬資源。咁好嘅人才咧，佢哋有冇照顧得到？大家睇到啦，你回歸之後咧，你冇搞埋一堆啊，唔嗌愛國愛黨嘅口號咧，你就好難揾食。咁啊，啲風氣一吹到每一個階層都係，係一個好失敗嘅政策嚟嘅。如果喺運動體育嚟講，即係唔係自己有就由得你自生自滅。係啊，同埋你影響咗嗰個人類嘅情操啊嘛！體育無疆界嘅，大家都係體育嘅啫，但佢係都要同你搞個政治喺度。你擦咗鞋先。係啊，呢個係中國共產黨成個黨嘅最失敗的。真用笑。呢個牌咧就係佢哋檳城拳擊總會送俾我嘅紀念品。因為呢次有啲贊助咧，係我哋有啲翡翠禮物啊，同埋有間可能西亞嘅好朋友嘅公司咧，就贊助啲獎金啊。好厲害！以前就冇嘅，咁我同佢哋，因為佢呢個拳賽咧，特別喺亞洲國家咧，唔係普通人可以舉辦得嘅。點解咧？你點舉辦啊？你冇嗰個組織，冇嗰個勢力，政府又要批准，佢哋由嗰啲退休嘅官員、軍老、將領、退休嘅警察嗰啲高官，咁咧佢哋嗰退休警察、將領啊，又有啲退休嘅人出嚟咧，做保安啊，做。護衛隊啊，乜所有個都學拳噶嘛，係佢哋嗰啲先教徒，你幫佢人好難搞，你搞嗰啲門派嘅鬥爭，咁你冇人陣到場啊嘛，係嘛？你有人出嚟，哎，冇錯，咁你
先你先掂。總之有人爭到場啦，先得啦。唔係你冇人爭場啊，大佬。武林大會唔容易辦嘅。特別亞洲嗰啲，佢話喂佢麻喎，佢點喎咁啊？喺台上台上打，台下台下打，特別嗰啲。O K 啊，O K 啊，幾好啊！特別個區份代表唔同嘅幫會又有啊，唔同嘅地下組織會有。啱啊，所以權財嘅唔係表面咁簡單，都有佢嘅好多背後嘅。咁而家咧就打算有機會咧就爭取未來咧喺吉隆坡舉行。吉隆坡是首都啦，咁我通知佢哋啲兄弟，我喂，你吉隆坡搞啦，我幫你壓陣。咁你可以請澳洲啊、菲律賓啊、新加坡啊、台灣啊、泰國啊、緬甸啊、東南亞、亞洲邀請賽啊，亞洲啲邀請賽咯，人嚟咯。你亞太區冇所謂啊，亞太區紐西蘭嗰啲。印尼嗰啲喺 KO 打就熱鬧啲咯，咁好盛大喎。唔係咁你俾個青少年咧當一種運動咧，因為佢都有奧運噶嘛，西洋拳賽嚟嘅，唔係自由搏擊嘅。嗯。咁咧年輕人成日都掛住踎喺個電腦箱後邊搞嚟搞去，冇曬活力噶嘛。啊！有活力嘅，就算喺亞洲啲國家上街搞示威啦。咁你不如叫搞啲正統啲嘅體育，俾多啲獎金啊，俾多啲光榮佢哋啊，咁啊。反為我哋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咧，西洋拳咧好流行。就算李小龍佢嗰個手都係西洋拳手嚟，泰拳都係西洋拳手嚟，但係多咗個爭啫嘛。啊，爭同埋膝頭啊腳啫嘛。但你嗰閃身啊、速度啊，都係西洋拳快，佢比較科學啦計數。所以一個拳賽，特別菲律賓出咗個拍 Q， 好聞名噶。菲律賓嗰個啊，拳王啊，佢好似係中量級拳王嚟，打到世界國寶嚟嘅嗰個菲律賓，你自己上網 search 啊，好聞名，打低曬嗰啲歐美嗰啲。就算早兩，我哋香港嗰個曹星如好聞名啦，都係走去菲律賓受訓噶嘛。佢一百 kill 受訓嗰個學校，喺個深組。咁啊，佢嗰個拳擊學咧好簡陋，好原始，好原始嘅，大家都睇新聞睇到啦。你好原始啊！但呢個先至係訓練到人才咯。嗯。咁啊。個環境。係咁樣先，冇嗰種。咩咁舒適？唔係你舒適唔係呢回事嚟嘅。就算你跳芭蕾都好辛苦㗎，唔好話打拳啦，芭蕾冇咁辛苦啦，訓練啊嘛，非常辛苦。你正式坐個舞蹈家更加辛苦訓練。我哋希望能夠喺 KO 打到啦。其實香港應該搞啊，香港佢有條件可以搞啊，咁你。香港搞國際賽搞成咁咪帶上一個啲年輕人多啲活動咯。咁跟住我哋一陣嚟登出嚟俾你睇下啦，啊喺呢度咁啊，登一啲我哋頒獎嘅嗰啲活動啦。Medal. You won. You can never lose.